拿着啊，买点东西。不辛苦哥，我没有完成，不能要呢。别整这套啊，买点饮料，买点好吃的啊。考分卡。嗯，卡。睡觉呢？睡觉卡。小贱贱看来是不靠谱啊，我得找找其他的帮手。虎子，搁这干啥呢？没干啥。一放学就跑这么快，走，跟我们吃饭去。啊，我不饿，不吃了。你们去吧，一起去嘛。那个小贱贱还等着我回家呢，教他普通话。走啦，磨磨唧唧，一起去吃东西啊。走啦。哎，这有猪扒包哎，要吃这个吗？行，感觉不错哎。走。哎，这家装修不行，都啥年代了还这装修？换一个，换一个。王虎，你在挑什么啊？不是装修不行，就是服务生不好看。到底要吃哪家啊？都溜达饿了都。那服务员长得丑，我能吃进饭吗？那食神里厨师长得丑都不行呢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！这个好，你看这装修，有一种后现代结构主义的风格。就这家了啊！你们确定要参加我们的大胃王比赛吗？必须的。我有一个外号叫沈阳大饭桶，你应该问我旁边这个男人行不行？你可以吗？我是最强男人，当然也可以，我也要挑战。但是我们有一个规则，只有你们挑战成功的话才可以免单，如果失败的话要付三倍价格哦。没问题，瞧不起谁呢？今天俩这是干啥呀？没你事儿啊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决斗。上了我的饭盆，决心把干饭吃昏，我真的好想三二一干。两位帅哥，时间到了，你们挑战失败，三倍价钱买单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赢了，我王国是最强的男人。那个老妹儿啊，要不还我两天吧，我过两天把钱给你送过来。刚才那个女生已经给你结过账了。哪个女生？就讲话跟你一个味儿的那个女生。哎呀，哎呀我去，哎妈呀，这饭吃的是真扎实啊。哎呀，让你少吃点少吃点，那玩意儿你吃不下也不能硬塞呀。你等等会儿，喝口水压压。哎呀，这家伙行啊，结完账还知道要瓶水出来啊。老板主动送的。哎呀，梅梅啊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咋了？我这不搁这认识个新同学吗？他呢就问我几道题，我这人你也知道，我天生不知道拒绝。不过这题啊我是真不会，你帮我看看。反正这些问题在你这儿都不是问题。啥同学找你做题？长脑子了吗？王虎，跟我说说话。是不是缺钱了？搁这接活呢？你可拉倒！你韩梅梅认识我这么长时间，得有十几年了吧？我啥时候缺过钱呢？
就是纯纯的同学之间的友谊，相互帮忙，你别想那么复杂。你愿意帮就帮，不帮拉倒，我问别人去。哎呀，这吃的太多了，往下顶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个地方，我得顺一顺啊。班长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呗。我还吃饭，没有空管你的事。哎呀，着啥急吃饭啊？我接了个好活，1000块钱，事成之后咱俩约500，这咱俩你就有好吃的了。600，550，600，580，600，成交，650。你也太狗了吧？你还是不是个人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吃，成交。你们现在快点坐啊，让我吃两口。阿福的啊，认识啊，不熟。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。哎，服务员给我来个可乐。好。哎呀，阿福啊，这貂穿你身上是真带劲呢。啊，电话不用念了，找到更好的公路箱了，你明天不用来了。谁？你找谁了？那个甲不是才800块，而且他的货特硬，又是学生会主席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这段我请客了哈。贾布斯，你是真狗啊，把我路子给断了。我去，怎么这么便宜就给我卖了呢？这也太快了吧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是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在张武峰面前对我那么好啊，可不可以不要跟张武峰作对啊，这样我很为难。夏姨啊，当我妹儿吧，从此之后你是妹妹我是哥，你有什么痛苦你都跟你虎哥说。哥。哎呀，这小声真沁人心脾的哈。老妹儿啊，这咋还感冒了呢？吃点药来。